当大家放下防备，彼此靠近时，总会感受到温度。不怕了啊，不怕了啊！今天还准备一个特别的礼。设计师小赵，对吧？深沉的感情，总以无声的方式呈现。哇，他今天一天都在找你。生日快乐！一闪一闪亮晶晶呗。对，我当然会支持你的梦想。世界最闪耀的，而是几颗彼此牵挂的心。